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木。这期视频的话，给大家讲一下快捷消息的设置。首先是消息放置的位置呢，是很有讲究的。比如我们点击后立马能看到的第一栏消息，通常用来放置六鬼时最常用的那几个。而且这一集消息里面的话还分黄金区，这个的话主要根据手指活动的幅度来分，因为活动的幅度越小，我们就可以越快的发送消息。比如监管者在附近，以及和队友要鸟，又或者是告诉队友转移目标这些。最后往下滑的消息就是二级消息，通常用来放置那些比较重要但是又不影响我们操作的一个消息，比如告诉队友压满救，或者暂停推我去救人这些。另外游戏内的话，有些消息的大概意思是重复的，比如说监管者在我附近跟监管者接近注意隐蔽是一样的。还有就是压机中跟游戏内报密码机的那个破译进度的话是一样的。这边的话给大家整理了最实用的几个消息，以及游戏内的意思，大家的话可以参考一下。当然祭司玩家的话可以带跟我走的消息，告诉队友这边有洞可以钻。然后是消息的设置顺序，我这边的话给大家按照一级消息、一级消息的黄金区以及二级消息的设置给大家提前设置好了，大家的话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来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有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